盖伊，今天呢，我来到 IWT 极限工作室，我们三剑客战队要来挑战源自于极限武术的 tricking。哇，你知道什么是 tricking 是不是？嘿嘿 ，OK， 理性，理性，冷静。好，那我们邀请今天的 tricking 教练齐轩。哇，帅帅帅帅！哦，等一下就是要学这个，对不对？不会学，对对对，再简单一点点。那齐轩教练想请问一下，什么是 tricking？tricking 它是源自于极限武术嘛？然后极限武术里面有镰刀啊、拳啊、冲击棍那些，然后它也有空翻、转体跟踢技，它就单独把这三个东西拿出来，对，然后只要有这三个元素包含两个，它就是一个 tricking 的运动。哦，所以我空翻完之后接一个踢 ，tricking。对，没错。转体完接一个踢 ，tricking。对，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学会一个简单的 combo。对对对。然后出去我们就可以到处跟别人说，哎，会 tricking。学好再说。学好说是我教的。IWT 极限工作室都在后面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大概花半天的时间，看能不能做出一套简单的东西。教练，那这个转体加空翻算不算 tricking？ 这个就有点算是体操，主要就是空翻完之后要接一套积极的动作。对，就是空翻完接一套踢腿，这叫武术了。哎，一定要踢腿吗？我空翻完之后，哇，左拳，这个可能就。结合到别的运动，可以再发明一下体操拳击，是一个下盘的运动就对了。对 对, 對，这是下盘运动，所以我们都是以小比较多。好，非常期待今天齐轩教练要带给我们的训练内容。究竟肌肉男挑战 tricking 厉不厉害？我们等下学第一个动作叫做旋踢，旋踢，对，旋踢它长这样子，踢。好，我们就先做一个这个动作的协调训练，来，预备，好，我们右脚来踢，踩下来，对，好，然后踩下来的时候尽量是平一点，对，不要踩太多，然后这会连接到我们要之后的动作，对，之后的动作。好了，我们真正要学的是360旋踢，但是我们需要前旋踢的基础。360旋踢成这样子，然后多转身，这样子两个动作来做好了。对，踩一步转身，转身，好，二抬脚的头直接跳踢。哦，对对对，开始要有一些概念是，我们不会往上踢，我们会往平的踢，所以踢的时候都会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平的轨道，包括之后的后旋也是，都是平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都尽量不要踢太上面。感觉现在这个360拳击，我感觉那个惯性你只抓到会稍微好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不用踢到最好看，因为我们不是选手嘛。那我们只要能找到惯例，然后流畅的走过来就好。对，所以在一套 combo 中啊，如果你踢的没有那么好看，翻的没那么好看，但是你很流畅的话，其实还是很吃香。都俗称的一百之三成。好，我们要来练下一个动作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简单的后旋，后旋，对，后旋长这样子。每一次的转身啊，都一定要去看目标。就假如啊，我现在目标是你，我的每一个转身，一转过来都要看到你，然后再去做动作。到时候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，才不会头晕。看着前面，然后转身再看到他，然后再马上去快快腿。没错，转身。这个动作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正式来做他的正确动作。它有三步骤。把脚伸直，再斜方伸直，二平的摆出去，对，然后手呢也是要像小兵一样做一个反拉，站的时候回来，对，脚跟着落地。我们现在要做另外一种训练了，踢法。好，来，我们就自己做，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。两个都踢到，耶！一定要伸到最直。
对，这样才是最漂亮。这 tricking 就是好看很重要，对，好看也很重要，因为它就是耍帅的运动嘛。没错没错，帅就失去意义了。盖伊这个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帅。之前练格斗练到这些踢击之类的，比较不一样，不是这样踢的。对，不是这样。格斗那个比较像是用就整个胫骨去，哦，去攻击，踢人家。现在我们就要套上刚刚的拳法，所以我们刚刚有练那个嘛，踩一步看到，然后说快来回，把它改成踩一步，把脚跟着抬起来，然后做后旋，对，做后旋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抬起来，直直的踢出去，对了。我来一个，又更难，哇，说更难，然后做得更好，哎呦，那我们要收集下一招，下一招其实蛮简单的，它叫做前扫，然后它长这样子，总共三个阶段，好，一是踏出左脚同时摸手，二是旋踢踢完踩到位置，旋踢踢完踩下来，三。保持旋转的心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不管怎样，你多旋转也没关系吧？多旋转一圈也没差、啊。多旋转有差吗？没差没差。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就对了。你忘记的时候就是就旋转，对，转到你想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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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大家都自己想了一套自己的简单的 combo， 现在来验收一下。好来，手推，接个360T，最后踢，这个360T，哇，有吧？有有有有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来喽。我们接下来要学什么？我们要学翻的部分，学翻之前都要先学地板工作。那这两个地板工作是基础，但蛮简单的。先教第一个，它叫 Wrestler's Pull， 它是英文的名字。等一下呢，是摸左手，左手摸到你现在左脚的正旁边。再来脚的部分呢，是用右脚做一个内摆腿，然后这个内摆腿不用踢很高，它踢大概肚子的高度高。所以摸到手之后，内摆腿抬进来，面向后面。对，练习一下跨脚跨出去的感觉。对，等一下侧翻就会用到这个。好，记起来吗？记得。那我们要再教第二个地板肌肉，它叫做 machine， 对，机器的那个 machine， 它比较协调一点点，它长这样子。摸右手，摸在左脚的正前方。好，然后跟第一点没关系，右脚先抬起来往后抠，对，不要抬太远哦，先夹紧一点，离右脚近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跳，转过来，落地的时候要把两脚分清楚一点，就是一、二，左脚抬起来，对了对了，左脚先踩。这个一分钟就学会了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翻的阶段。好，耶。那我们的空翻就是从手翻开始，我们第一个动作。
都要练的是侧桶翻，所以我们要练的是侧手翻。这个侧桶翻跟传统的侧手翻不太一样，传统体操啊或者是舞蹈，侧手翻都是正面起，然后侧面下，然后翻完再变回正面。在虚拟里面的侧手翻都是横向，所以我们每趟做的时候会跟刚刚练踢击的这个感觉很像，像我们刚练 rest 的这个动作的预备位置一模一样。这样子，然后把右脚跨过去，做一个很像的侧翻。对，就这样子。不假的，他会了，我们一直坐着休息，看一次就会了。对，做的很漂亮。可以，手背打直就好。手背打直就好。对对对。等一下的侧手翻都翻到最快，然后用你最快的速度去翻侧手。等一下该不会是不用手了吧？看一下动作怎么样？快到最后不需要手。对，快到最后不用手了。哇塞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，脚不用踢到最高，但是一定要伸直。哦，好像有点快哦。有点快。其实是这个概念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概念是这样没错？先用跨的过去，跨过去，没有会了，会了，选手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rest 的这个动作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你们只要记得像刚刚那样压下去，然后跨过去，基本上它就可以称之为一个，那就是 chicken 的 aerial。我们要教下一个翻内的动作，它叫做。它跟刚刚的侧空有点像，那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脚身体，侧空的身体是这样子压着地板，然后看着你的视线。卷子的差别是身体会抬起来，在脚的差别，侧空是这样子跨过去，但卷子是踢踢两下而已。我们的预备姿势也一模一样，长这样。但是这个不同的是，侧空是这样平行过去，然后就去翻了。这个呢，放在右边就要压它，然后再转身到这个软垫，然后再做一二三，然后再站起来。说踢就好，踢半脚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踩回来，站起来。OK， 伸直上去，对了，来，快点握。预备的东西会再坐低一点，对，我们坐低才好，不然会肌侧。对，再往上。可以可以，这个动作难度在哪里？难度在于要把脚伸起来，这些动作都蛮是全身的协调性。这个是跟柔软度有关吗？我觉得跟柔软度有很大的关系。这动作它吃的不是我的力量，对，它需要一个弹性的身体，协调性、柔软度、惯性都很重要。看到它就可以搞，哎，漂亮！炫死的男人，他的天分在炫。那脚是不是越高越好？越高越漂亮，踢高了才有办法把高度带出来，就会更轻松。我们刚刚已经学完了八个动作了，然后现在每一个人会配一个老师，然后去做这八个动作的组合训练。然后我们的两个导师，一个是 Michael， 一个是嘉诚，嘉诚教练。Michael 看起来好年轻哎，啊，他才我那个国中的教老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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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齐轩，齐轩改一吧，齐轩教练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自己分别训练哦。你们这边的策略是什么？你刚有看要不要？这个我觉得他炫技最有，做了一些那个，所以我们会放在炫技他这个大招，尤其是在强化来炫技。哇塞，对对，你有信心吗？有，有。可以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们主要概念就是前面流畅，然后最后用力最大。最后一个想要做什么？这个应该是一个侧空翻。啊，我侧空翻做最好，是不是？那就期待你的大招了。有，好，波波44岁认真学习，等一下，老师老师，波波他什么动作做得很好？前掌，前掌，波波你的前掌跟你的大招。
对，是大局，就像李欣的踢一样，对，他有点。哦，哎呦，那你在其他方面里面助手加强吗？下一次把它连贯了，连贯，连贯就会算了。其他我们做的，就一个地板上的前扫做一个华丽的收尾，只要动作做的好看就好，然后不要太复杂，因为越复杂越难，因为你记不住。对，老师是这样吗？很好，期待你的表现。我已经没有再更多的体力在练习。好，等一下直接验收了。没错，大概差不多训练完了，我们有个别的教练带我们去把我们今天练到的 tricking 的动作呢，把它融入在我们的 combo 里面。哦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成果发表，大家看一下我们三个今天的训练成果到底如何。来喽，人生第一次挑战 tricking。你们有没有很期待？来了，所以感觉怎么样？哇，好晕哦！但好像真的像教练刚刚讲完的，就是练几次好像真的比较凉了，可能刚也没有很快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来吧。在踢什么？好运哦！哦耶！陈药师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日 tricking 体验，在 IWT 极限工作室，教练对我们刚这个表现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以第一次学算蛮不错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真的蛮不错的，这有一个蛮的哦。哦，有一个蛮不错的，就比不错再比不错再多一点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一般人学其实就像刚刚各位体验的时候都会觉得。卡卡的，对，那个是最难突破一关，但基本上刚刚最后 combo 的时候，大家都蛮顺的。我觉得那个动作跟动作的串联，真的要靠熟能生巧，就是多练。就你没有靠肌肉去把它记起来，你要用想的，我觉得是来不及。对，练到了已经是身体里面的东西了。就练到你本身就是一个陀螺，就一直转，一直转。一套这样 tricking 的 combo 要做得好，以一个一般人，要练很多。其实我觉得最快一周有三天，三五万个准备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。时间基本上时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一个训练。那如果难度提升，就当然就更久。但是你应该有遇过有些人，他就真的是像侧翻啊、空翻，就完全就是练了很久，但是没有办法去突破。这一种就真的要花比较久。但是以我们教这种比较有危险性的东西来讲，我们都求慢慢。如果他这个人真的没办法的话，其实慢慢来也 OK。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对，循序渐进，总有一天他也会变得很强。好了，今天呢，非常感谢 IWT 极限工作室的齐轩教练以及另外两位指导教练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新庄来 IWT 极限工作室找齐轩教练，绝对带你练就后空翻跟 tricking。带你飞起来，带你飞起来。好，那有任何问题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健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